我们看一下 John Thompson Edith Piano Course Part 2 第38页 Turkey in the Straw 这个曲子要注意什么这个曲子要小心第一个 Key Signature 前面有一个 B flat in the Key Signature 所以整个曲子所有的 B 都要 flat 不光是右手左手也是一样的那有的小朋友我有遇到学生有点 confuse 那就是他们在弹的时候哦，我们只有写的这个地方的位置 B 啊和这里的 B 要 flat 其他地方都不用 flat No当 key signature 出现了这个 B flat 代表什么呢所有的琴键两只手所有的琴键所有的 B 都要默认去做 flat 所以这是要特别小心的第二个我们在弹这个曲子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的 rest 左手有 rest 右手也有 rest 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在弹左手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本来只有两拍弹成三拍了没有准时抬起来啊，这个要特别小心一旦你没有 care rest 你就会很容易弹过一弹过那我们弹曲子就没有完全很精准的去弹奏没有发了谱上面写的所有符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曲子怎么样弹那因为我的学生的话现阶段在遇到曲子里面需要要求如果谱子没有画那个 snare 连奏啊，那你必须得做断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完全 follow 谱子的这个符号的这个习惯所以我们断奏弹啊左手抬